我是刚刚在车站那180年，我是11月19号台北捷运淡水新线东门站哦，东，然后开往淡水出淡水，往淡水的。当天线刚刚是9号。9:14。我发现是C38型5151变速和高年系统用啊，看我怎么直接那套。来去额拔一下，啊，如果下面个马掌门多多钓不到就完了，要拿8块钱，拿个纸来借。